疫情严峻之下，出门买个东西，回到家就是喷喷喷喷喷。但空气中的细菌怎么办？我们无法决定外面的空气状况，但是家中的空气可以。全靠最新第四代大白，它有独家的500万纳米离子，会随着干净的空气散布在我们居家空间，可以有效的抑制细菌滋长。外面旧款大白只有200万浓度，但是486最新的大白呢，它可是有500万超高浓度哦。而且它还有3层滤网，可以过滤毛发、灰尘、PM2.5、过敏源，甚至是5大有害气体，通通都能消除。回到家也可以安心的呼吸。啊，你说要怎么分辨是不是486最新的大白哦？很简单，先看一下外观，有一个蜂巢标志，这个是486独家的超音波驱蚊功能，透过超音波的原理来帮你赶走蚊子，不用担心那小朋友在睡觉的时候呢，蚊子给他定个挖冰砖倒灰。再来就是这个二氧化碳监测灯号，当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时候呢，这个灯号就会显示黄色或是红色，容易造成的头昏昏、脑顿顿。居家办公的时候，每次都提不起精神，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打开一点门窗，让空气对流一下。如果你家的大白没有蜂巢标志，也没有二氧化碳监测灯号，连这个大白外围都不是白色的，通通都是旧款，不要搞错喽。到最新的第四代大白，它还有个 WiFi 远端操控功能，就算你人不在家里，也可以透过手机来开启你们家大白。当家中的空气突然变脏的时候，大白呢也会透过 WiFi 来推波通知你，赶快打开大白来保持家里的空气品质哦。486独家最新第四代大白，不仅功能最多，效果最好，现在还有甜甜价，赶快上486团购。现在就搜寻486团购。